钱都花完了吧？你都知道了，没见过100万，觉得还挺多的，花了才知道，还真是不经花。通过婚姻，让你的家族事业更上一个台阶，也让你的人生更上一个台阶。这些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你被我爸洗脑了吧？因为他说的对啊。我不可能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家族大业，我担不起，我害怕。